恭请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，恭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为国泰民安祈福，为世界和平祈福，为所有一切众生祈福。尊之正法教戒，众善心等于今日吉祥日，齐聚更会道场，共修礼忏，祈愿佛光普照，大众在心推三机要讲义，昼夜年老少安康。男真白妇女那千香听真光彩，人灯堂生意兴隆财源广进，道业精进所求如愿，家平安将大吉祥，更为想国泰民安，世界和平，福慧圆满，殊胜佛果，常来今日功德地学，大愿经中两岁应得，是以修香花供养灯烛庄严，我等留待心参法，今这一张如来大吉涅槃，回头无门大悲愿望，当罪业与无何有之相，渐渐地与不梦之时，尊师法与法相依，一世圆融成圆成就，我即如是佛彼岸边，悉陀洪慈明心家。
界佛教正心论文殊院，行动佛殿佛光遍照，环岛齐鲁祝福地，境内所有众生都能来归佛法真三宝，修学如来正果，脱离生老病死诸苦，就近成就。感恩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，感恩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感恩十方诸佛菩萨护佑加持，令我们安居乐业，福慧增长。